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火鸡小乔。这期给大家带来一款，就是一个鲨鱼夹的一个发型，就是新买的一款，它是一个蝴蝶结款的，然后非常好看，打开是这样子的，上面带一个这种网纱的一个蝴蝶结设计，特别精致，旁边呢是这种带钻的，然后特别闪。然后今天就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，在家里或者出门的话，就是可以扎的一个发型。我平时的话在家就是扎这种的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扎的一个教程给大家。首先我们要把头发给梳湿了，然后从后面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扎的。把头发撩起来，然后用一只手指这样勾住，然后这样旋转。因为我的头发呢比较长一点啊，如果说短一点的话可能会好弄一点。然后这样抓住过后用鲨鱼夹把它夹上。好了，那这款鲨鱼夹发型呢就这样完成了，是不是特别简单？不一定要同款的啊，其他的款式的鲨鱼夹都是可以走这个版型，特别简单的方便。日常的话穿任何衣服也是都是搭配的，在家外出都是可以搭的，比较气质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哦。